那么首先这宝匣的本身这个就是彩绘就很惊喜，当时那这个宝匣里头呢，它是24枚金币，啊，这个规格是相当其实比较高的，啊，因为我们前面发现的大部分是8枚金币比较多，啊，24枚呢，目前是。但是按照我们工作程序必须得经过科技保护以后找到安全的打开，因为它是封着的，要保持一个健康状态再回到表达区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